少爷，快变弯了。哼，老爷夫人唤你客厅相见。哎呀，丫鬟姐姐，你去禀我爹娘，就是我功课未曾做完，稍待一会儿我就去请安。咦，宝玉少爷，宝玉少爷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老爷已经生气了。哎，这快走，哎，快走，哎，走。哎，哎，哎，哎。白姐姐娘，罢了罢了。你这奴才下得学来，不先向爹娘请安问好，反倒花冤万刷。像你这样不求上进，何日才能成才？你与我跪下。这，哎，哎呀，好大的家法呀！咱那儿子一天到晚闷在医学，回到家来难道也玩耍不得了吗？哼，儿啊，起来。你，哎，宝玉，跪下。哼，儿啊，你只管站起，有为娘在此，看他能把你怎么样。这，你，哎，你呀，宝玉过来，我来问你。有几句谚语你可知晓？爹爹请讲。古人讲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寸金失去容易找，光阴失去无处寻。儿啊，你要记下了。嗯，哎呦，别在那拽事问了，咱的儿子还饿着肚子呢。丫鬟哟，吩咐属下准备开饭。儿啊，随娘吃饭去。这走。我看你呀，能把他惯成什么样子。哎，你我带路。
传，潘平贵一十八载都是女。啥呀？俺家夫人让你上俺家玩玩，她有话问你嘞。嗯，俺不去。哎呀，怕耽误了上学。不要紧，稍待一会儿就走。好吧，走。哎，恁家有狗没有啊？没有，来吧。那好，走吧。走，来吧。是我家夫人，她有话要问你。嗯，大婶子在上，我给你见礼了。罢了，孩童快快请坐。谢大婶子。哎，大婶子，你好吧？我好。你好，我也好。这一孩童，我来问你。居住哪里？高明贵姓？你父是谁？你叫何名？怀抱诗诗，你往哪里去呀？俺家居住苏州城里，我父苏坤，四品黄堂，我名苏宝玉，怀抱诗书啊，去到医学攻读。啊，这一孩童，你父官居四品黄堂。难道与你亲不起先生，舍不起家书不成？哎，大婶子，你呀可不要这样说。俺到医学读书是为了磨练俺自己，以后俺呀还想当官儿嘞。好大的志向啊！
这一孩童，我管你聪明伶俐，十分可爱。我有一言讲出口来，不知你从也不从。大身子，有啥话你就说吧。只因我跟前少儿无女，我有心认你做一杆子。哎，说什么杆子，就当我的亲生儿子看待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大身子，你既然这样喜欢我，那就全当是俺的亲娘了，我可给你磕头了。徒儿快快起来。少爷穿在身上。哎，哎，姐姐，这衣服可真好看。云儿送少爷。是。儿啊，
上学去吧。哎，上学去啦。是珍珠山吗？灰夫人，正是珍珠山。韵儿，你把那叫卖之人唤进咱府，我有话问他。是，夫人。谁要这件珍珠衫？哎，这是谁在我家门前高声叫卖呀？谁卖珍珠衫？谁买这哟？原来是我妈妈呀。正是，原来是韵儿小大姐呀。我说你叫王妈妈，要买衣服就该到那闹市之中，怎来到我家门口高声叫卖，惹怒了我家夫人，我可不依你。哼啊，如此说来是我的不是了，韵儿小大姐千万不要见怪才是啊。好了好了，王妈妈，我是逗你玩了。吓死我了。走吧走吧，我家夫人还等着有话要问你嘞。哎，真是穷人家的孩子知道穷人难呐。慢点。哎，那慢点慢点。哎，好好。进来吧。
来了。夫人在上，老婆子给夫人叩头啦。偌大年纪不必拜了。坐下讲话。有夫人在，哪有我老婆子的座儿啊？叫你坐，你就坐吧。多谢，多谢。啊，王妈妈，方才长街之上叫卖何物？惠夫人，乃是一件珍珠衫。啊，可否借我一看？哎呦，夫人，你看，还有八成新嘞。这件珍珠衫乃是我出闺之时亲手做了两件，一件穿在我义子身上。这件珍珠衫那年我丈夫王辉传去，怎会流落他人之手？怎么夫人认得此物？王桑氏，这件衣服是你家之物还是替别人代买？那是俺家的衣服。怎么，这可是你家藏之物？正是。王桑氏，我再来问你，你家中可有人在朝为官？这无有。可有家财万贯？也无忧。既是贫寒之家，何来珍珠衫这样的贵重之物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俺那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一到村头就咣咣咣咣咣咣，先敲几声锣，然后再进庄。哎，我妈妈那是干啥的呀？那是吹糖人嘞，这件衣服就是俺用糖人换来的。王桑氏，你我乃乡亲近邻，这件衣服非是你家之物，你既不敢明言，必是偷盗而来。我要带上这件衣服，把你送进公堂，定要问出这件衣服的来历。哎呦，夫人，认输我，我说。我说，我妈妈，平时你来到俺家，要米给米，要面给面，夫人从未亏待过你，你还不快快说来？夫人只要饶了我，我一定说实话。站起来，照实讲。夫人，说实话，俺家是没有这件衣服。这件珍珠衫是16年前桃花庵内陈苗山小师傅赠送于我的。怎么，你倒是16年前？正是。是桃花庵陈苗山给你的？老婆子不敢撒谎。王桑氏，是你提起桃花庵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来。不知道夫人想起啥事儿啊？因我前年得病，俺向佛祖许愿，今日我有幸去至桃花庵讲香还愿，命你告诉那位陈师傅，就说双柱巷内掌门斗士前去讲香还愿，你可肯前往吗？老婆子情愿效劳，只是我云儿，令王妈妈下边用饭。是，王妈妈，请吧。妈，今日让王妈妈受惊了，云儿
去问殷世良与王妈妈。嗯，夫人，这是为何呀？这件珍珠衫我买下了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？这件珍珠衫本不是我家之物，夫人不以我公堂之上去见官，我已是感激不尽了。这银子我是万万不能收啊。嗯，实话对你言讲，珍珠衫乃是我出轨之事亲手所做。啊，珍珠衫虽是我张家之物，若不是王妈妈托山照看，今日我也难得一见。这些银子你就收下吧。夫人果然是菩萨心肠，亏灵了，亏灵了。去吧。哎哎哎，走吧。
在张彩凤不幸遭病灾，他死后我生下了张恩后山主，今日前来讨话案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小陈师傅，今日苏州城双竹巷内窦氏夫人要来降香还愿，你可千万要留神呐！啊，这，你可千万要记住。我走了，送往山主，快别送了，赶快去打扫打扫吧！啊。再送望山主，别送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走了。是。
是，道士出道。快快砍柴！施主，请用茶。施主大佛殿讲香，千遍带路，请。施主，请。施主，请坐，请坐。
请问施主家住哪里？高名贵姓啊？我居住双柱巷内，张才之妻，名唤窦氏。请问师父法名尊姓？素家星辰，法名妙善。你就是陈妙善陈师傅了？在下不敢当，施主请坐。陈师傅请坐。请。陈师傅，你们庵内师徒几人？我们师徒二人，师傅早已圆寂了。这么说，你们庵内只有你一人了？正是。这可叫你孤单了。也是我命该如此。哼，好一个命该如此。陈师父，我管你一人在此庵中甚是孤单，我有一言讲出口来，不知你从也不从？施主请讲。我有心与你结拜一双人鱼姐妹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这啊，施主，你在那富贵之家，我在这青灯古庵，实在是不敢高攀呐。哎呀呀呀呀！师父，你执意不从，看不上我这俗世之人，怎不羞杀人也？这施主不必如此，我从下就是了。怎么，你从下了？正是。哎呀呀，我这里未必了。我这里高攀了。请坐。请坐。道士，你持杖36岁，请问师父贵庚？妙善，我34岁，该是施主未长。那我就攀大了，理当如此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，妹妹，我管你一人在此庵中甚是孤单，你我既成姐妹，不如跟随姐姐去的府内住上几日，也好散散心闷呐。哎，姐姐，我乃出家之人，被外人看到，恐有不便吧？哎，妹妹，姐姐是坐轿而来，妹妹坐在轿里，将轿帘放下，外人怎能知晓？姐姐，我坐在轿内，那姐姐你呢？这夫人，我是骑马而来呀。好，我就骑马而归。妹妹请吧。既然如此，全凭姐姐吩咐。妹妹随我进府。哎，哼，哎呀，姐姐，哎。
妹妹，这是姐姐府下的丫鬟，你不要与她一般见识。来，请进府。妹妹，请坐，请坐。韵儿，哎，素杯清茶素宴。是。哼。妹妹，我管你身穿道陵衣服，出入有些不便。不如将姐姐的衣服拿出几件，妹妹穿在身上，若有人来可取，妹妹也好方便一些。姐姐，我乃出家之人，只怕使不得。哎，自己家中有什么使不得？来，随我更衣。使不得。哎，随我来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来，使不得。妹妹，这件衣服是否可提？倒也可提。可提就好。妹妹，请坐。请坐。妹妹，姐姐已备下酒宴，你我同饮如何？姐姐，妹妹不会用酒。哎，妹妹，像你在那桃花庵中，若是遇见你那知心和厚的，姐姐，你说些什么？啊，知心和厚的师姐师妹，如若劝妹妹饮酒，你岂能推杯不饮吗？啊，姐姐。妹妹，别说没有知心和厚之人，就是有，不是师姐，就是师妹，多这一杯，少这半盏，足矣。哦，妹妹还是会用的。妹妹，请来用酒。讲不当讲，姐姐请讲。妹妹，像你在那桃花庵中每日顶灯念佛，有时你想不想？姐姐，我想些什么？妹妹，我要讲出来
你可不要捉挠啊。姐姐请讲，妹妹不挠。你要不挠，我就讲了。请讲。我是说，像你在那桃花庵中孤孤单单，有时你有无有还俗之心呢？哎，姐姐，你怎知我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？哼，夫人，夫人，他恼了。怎么？他恼了？嗯，他恼了。哼。妹妹，你挠了？妹妹呀，
妹妹，你这是做甚呐？那一年虎丘山旗下大会，我领俺们去把会馆。茶楼遇见了一位公子，暗暗地他随我到桃花庵，在庵中住了三月未满，早不幸他的宝贬一命归。居住哪里无忧？姐姐不要问了，快讲，姐姐。那相公居住在双珠巷内，给颤死，到安家把夫人给气死，你还哭？你再哭，我捏你的嘴！我哭，你敢哭？我哭一声，老师傅，我的丫鬟姐，你咋不叫？
盼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盼过了今在，盼明白，谁知你把这捣鼓开，桃花暗中。妹，姐姐，张彩富一死，你
我再哭也是无用的了。坐下谈话。多谢姐姐宽宏大量，我坐下。妹妹，你将张彩福的尸骨安放何处？我把它埋在大佛殿前，香火吃香。为何将它埋在那里？为烧香料之有些方便。你想的倒也周到。妹妹，张彩福临终之时说些什么无忧？无忧六言。张彩福死后，我与他生下一子。怎么，你给掌门留后了？正是。在那儿子呢？我把他送于王三世了。王三世，云儿。王丧事可在赞夫？现在赞夫，快快唤他来见。是。王丧事就在赞夫。慢点。见过夫人。罢了。哟，苗山师傅也在这儿呀。王丧事，当初他教育你那个学霸婴儿，你把他发落何处？哟，夫人，苗山师傅是出家之人，怎么会有小孩送给我呀？啊！王善主，我和夫人已经成了一家之人，我已把话讲明，你也实话讲了吧。哟，嗨，苗山师傅，当初是你给我五两银子买我口金，如今你倒先说了，那我也不留住他占肚子了，我也当面实说了吧。夫人，当初他给我那个小孩，我把他卖了。卖与何人了？卖与本城苏大老爷家了。可是四品黄堂苏坤苏大老爷吗？正是。苏大老爷有几个儿子？连我卖给他那个一二三就一个。你有？哎，那不就是认到夫人跟前的宝玉少爷吗？啊，姐姐，云儿的话怎讲啊？妹妹有所不知，那年我见宝玉长得与张彩福十分相像，就将他认作命令一子了。姐姐，你真是好眼力呀。王丧事，日后必有整你少爷之事，只要你一时作证，吃喝保暖一辈子就留在我府吧。哟，多谢夫人。只要日后苗山师傅敢要，夫人给我做主，我一定作证。夫人，你放心吧。下面歇息去吧。多谢夫人。云儿，哎，唤小郎来见。是。啊，妹妹，你那仙师一下世，你就不要再回桃花庵了，就在府内与姐姐相依为命吧。任凭姐姐安排。小郎，你快点。哎，啥事啊？你快点，快点。夫人叫你了。啊，那我进去吧。
见过夫人。小郎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找你大叔了。哦，我家大叔他回来了。你大叔他亡故了。啊，我家大叔他死了。小郎，不要啼哭，去至桃花庵大佛殿下，把你大叔的尸骨搬回陈莲安葬。是。回来，桃花庵门还锁着呢。把钥匙给我。哼，大叔。大夫人，二夫人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宝玉少爷高中头名状元啦！妹妹，咱那儿子得中状元了，姐姐。有请。坐坐坐。请坐。请坐。请。儿啊，坐下。小儿得中，怎劳张曲母前来贺喜。苏庆公，你也太客气了。宝玉是你的儿子，难道不是我的儿子？苏秦母疼得，难道我就疼不得吗？哟，对对对！哎，张秦母，你那一旁坐的何人呐？那是你二秦母。哦哦，哎呦，张秦母，你咋不早说嘞？这不是显得我没理了吗？无有什么。哎呦，叫我给二秦母见个礼吧。有礼了，有礼了。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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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大秦母是当家来理事来操心来漏事来，再看看二秦母，这是一不当家二不理事，这笑脸吃的是粉兜兜嘞。取笑了，取笑了，请坐请坐。躲躲躲。宝玉孩儿，快来拜见姨母。是，孩儿拜见姨母。儿啊，罢了。儿啊，快来见过你的亲生之母。是，孩儿拜见母亲。罢了罢了，孩儿快起。起不得。嗯，儿啊，亲生之母你还未曾拜过。这圣神母亲在此，姨母此话何来？儿啊，生身之母就在当面，你还未曾相认。儿啊，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。哎呀，张启木，你是吃醉了，你还是糊涂了？状元儿乃是我的亲生，这苏州城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怎么这位二亲母倒成了他的生身母亲了？是啊。哎，苏亲母，你说宝玉是你的亲生，有何人为证？哎，张亲母，这就不成话了。谁家生子立后还找几个证人不成啊？我
说是俺掌门的骨血，我就有证。嗯，何人为证？望丧事。望丧事？什么望丧事？离丧事，我们不认得。嗯，你说的那个望丧事，他在哪里？小郎，唤望丧事来见。是。这，王大娘，王大娘回来。小郎，啥事啊？夫人让你上堂来，这回呀、就看你的啦。放心吧，孩子，上的堂去，不用三句两句招呼接班一句。那咱走吧。走，走。见过夫人。罢了，见过苏老爷。望丧事给苏老爷叩头啦。你是望丧事哟？苏老爷，你咋把我给忘了？当初在大街我卖给你孩子的时候，咱俩见过一面，连这一次啊是第二次啦。我来问你，你有多大岁数了？我今年73啦。咦，好高的寿啊。哟，苏夫人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阎王爷不要我的命，我也不能给他送去呀。哼。望丧事唤你前来，不为别事，只因你状元爷的身世。你家状元爷是谁家亲生，又在谁家衙门寄信，当着苏老爷之面，你要讲说明白。嗯，是。望丧事，你可不要乱讲。望丧事，你可不要胡言乱语。望丧事，不要害怕，如实讲来。夫人你别着急，苏老爷你别生气。提起状元爷的身世，只有我摸的，他是掌门的骨血，苏门的样子。要问是谁生的，丈夫的二夫人。这是16年前的事儿，10两银子我卖给了你。不会讲话的奴才，家人在，把他给我吊起来。是。住手！你当个老家园有啥了不起？你不就是开开门、关关门、打个灯笼、送个人，人家嗑瓜子你扫瓜子吃，就你还想打人？你打我跟前过去！王大娘，咱走。苏老爷，王三是一把话讲明，你听清楚了吧？空口不足为凭。对，空口无凭。我还有以物为证。哦，何物为证？16年前包应儿的一件珍珠衫。哦，这拿来我看。小郎，取珍珠衫来。是。夫人，我早准备好了。苏老爷，请看。哎，一件衣衫说明不了什么。这，珍珠衫内留有我的血誓。确实，在我看来，腰直柳丝泪汪汪，难割难舍小儿郎。二夫张才身亡故，二母妙善落安堂。非是为娘心肠狠，只因暗中难隐藏。盼望我儿长成人，桃花庵中认亲娘，认亲娘。夫人，夫人，
老爷，你拿过来吧。哎呀，张俊木，这几句消食谁不会写呀？就凭这几句消食，就想讹我的状元儿来，你如何得能？如何得能？如何得能？怎么？珍珠山上的学识也做不得凭证吗？哼，这算什么凭证？哼，这我还邮证。你还邮证？持恨为证。现在哪里？现在手上。我那儿子手上也有齿痕。你那儿子在哪只手上？在，不在左手，在右手。我那儿子在左手四指之上。那位二夫人她是何人？那是二弟母亲。傻丫，她是你的母亲？你净搁这胡说八道了。儿啊，我白养活你16年了，你可没良心告辞。哎呀，儿啊，既知她是你母亲，你为何不前去相认呢？还有你们二老。怎么还有我们二老？宝玉儿，你休要再犹豫，老夫有话对你听。
你不是为父的亲生子，是16年前。老爷，
人呐，我看咱那宝玉孩儿如此深明大义，我看你呀也不要斤斤计较喽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张启母，宝玉已经表明心意，我们就不要再推让了。是啊。也好，妹妹，听儿之言，倒也妥当。嗯，苏庆公就依咱那状元儿子的心意吧。好，后堂摆宴，大家同喜。儿啊，母亲，多谢姨母，快快请请。